据越南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称，闵平省长安宁省全市东南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联合国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华旅古都历史建筑遗迹区、长安三古壁洞景区和华旅原始林区三个地区组成。谷歌艺术与文化平台上的在线展览将游客带到越南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长安宁省群，让游客欣赏美丽的景色。数百万年历史的雄伟石灰岩山脉，蕴藏着远古考古证据的原始洞穴等。谷歌艺术与文化于2011年推出谷歌艺术与文化平台，在保护文化艺术作品并使之更接近公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80个国家的超过2000家博物馆合作，被视为世界上权威的数字博物馆。